请裁判长石红先生宣布决赛成绩。男子电梯 F 组决赛成绩，第五名229号欧文豪个人参赛，第四名228号陈宇豪江赛美私人健身代表队，第三名230号周金豪福建省康比特燃氢健美队，第二名227号王辉福建省康比特燃氢健美队，第一名231号吴成龙安徽省威斯达健身学院代表队，宣告完毕。恭喜获奖选手，有请颁奖嘉宾济南市健美协会主席车俊如先生为获奖运动员颁奖，有请。感谢中国运动营养领导品牌德必特为本次赛事提供的奖品支持。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合影。我们所有台上的运动员向右侧跨半步，谢谢。感谢颁奖嘉宾、运动员合影，请运动员摘下身上的绶带。227号，请您摘下身上的绶带，谢谢。谢谢，请冠亚季军合影。获得季军的是230号周金豪，来自福建省康比特燃氢健美队。亚军获得是227号王辉，同样来自福建省康比特燃氢健美队。请冠军留在台上。恭喜男子健体 F 组冠军获得者231号，他来自安徽省威斯达健身学院代表队吴成龙。好，祝贺吴成龙获得冠军，颁奖典礼继续。